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今天呢非常高兴的礼拜六、哦、早上呢我们家楼下呢排了一大堆的小朋友，我跟呢一个幼稚园的老师一样在这里呢跟这些小朋友游玩了、啊、那么这一群呢小朋友他们是一群兄妹，上一支影片呢他们已经成功的捕获传恶的拉蒂欧斯，现在面对到的是艳白球雷姆，看一下这群小朋友们呢小朋友之力呢厉不厉害。我跟你讲，很多小朋友毫无技巧，只带着欢乐来，很容易就把我想要的宝可梦抓走啊！但真的不得不说啊，这种东西是非常讲求缘分的。有一天呢，你也会夺走人家心爱的宝可梦，所以呢，不要气馁。前面的人拿走你的宝可梦，只是时机未到，总有一天还是会到你的口袋里面。好，来看一下呢，他们这个帅气的日式意念头锤的反击，意念反击。直接下掉对方两只，下掉进入捕获时间。这一次呢他们能不能够发挥呢非常强大的小朋友之力呢？来，这一球推出去是夹在超级球跟大师球中间的普通精灵球，来了紧张刺激时刻，来了一下两下三下，心脏皮薄出来弹出来。好了，妹妹打完了，现在换哥哥来打。他丢出了甲贺忍蛙，砸在呢球雷姆身上，被对方的橘色速效一个缝影缝住了，缝住你的脚胶。这边呢换梦幻出招啊，能不能够直接拿下呢？砸了一下，血量哇，橘色速效直接归零。来看一下，这一次呢又是一个精灵球，看一下能不能抓到。短短短短，一下，两下。散哎，短一出来，那结果呢？下一 round 呢，换这个妹妹上场啊，就直接把她草喷出来了。天哪！好了，看这个，恭喜他们，真的是小朋友玩得开心就好了啊，玩得开心就好了。那恭喜他们呢，抓到了这个艳白球，你们运气非常好啊！拍这支影片的时候呢，已经是早上八点啊，我是第一个，这个弟弟呢是第二个，这个弟弟呢相当的可爱、啊、来看一下这次的五星是谁呢？是小芝麻凯路迪欧，直接被达克莱伊秒掉。再来只遇见，只想遇见你，成功的也带走了快龙。这个弟弟呢今天第一把小芝麻第一把下来，看一下他能不能够直接首推大师球。 OMG， 看到他胜利的欢呼，雀跃的眼神，要动的口罩，我直接今天第一把小芝麻刚出现被抓走，好不好？这个你看他比了一个赞，相当的开心，相当的开心，哇，真的是不得了，太厉害了。好，想要抓到呢宝可梦的大人们赶快去生小朋友吧。